我们演艺人员读的书都不多，那以后你若读大学了，你把读过的书都要留给妈妈，让妈妈也有重新再上课的机会，那我不会的你要教我啊。他哎呦，他就觉得他很自大，好，我以后一定当你的小老师等等。所以我想他今天有了新的课本而舍不得让我烧掉，是不是希望我先去读哦，你也可以，我把它读会了然后再问他，这样是不是烧掉好不好。我这样问他也就够紧张行不。冰冰真的是这一生当中命真的算很苦了，你看看小孩子以前都弟弟哥哥妹妹送了人家，等到有一天找回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最宝贝的女儿。不过这个想起来也真的是蛮难过的。不过他这个以前的挫折，那这个小时候的挫折，那这个更是辛苦。他从事过很多的工作，在工厂上班当过女工啊，也在医院里面啊当过护士，啊，这个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最后也参加歌唱比赛。这一切种种过程呢，我们也拍成了一些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挫折片。由于白冰冰在餐厅秀的表现广受好评，白冰冰的名气也慢慢的打开。然而在当时歌厅恶性竞争以及黑道介入的情况下，刚出头的白冰冰却惹来了一场横祸。事情啊，对，是安尼啦，就是那个林董那边呢也要我过去唱，可是档期时间跟你这边一样，阿斗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了。你就在我这边唱就对了嘛。可是哈，我只是一个小歌星啊，我不敢得罪他们，我怕会惹到麻烦。那你就要麻烦我咯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就是哈，可是他们已经放出风声说如果我不过去唱的话，他们就会砍我。所以我还意思是说，可不可以你这边我也唱，然后林总那边我也唱。在高雄谁敢动我，你就在我这边唱，不会有事情的。由于餐厅的老板再三保证白冰冰的安全，于是白冰冰便拒绝了另外一家餐厅的秀约。但是白冰冰不知道，这次的拒绝却惹来对方的报复。白冰冰，啊，这场手术哈，手术，手术哈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是北京歌厅的啦。啊！都上一摆要邀请你来唱，你都无我面子啊！哦，迄间哦，我收起来啊吼！无啦，就当吼误会啊，拢是误会啦。我知影迄间，我就想要去唱。安尼，哈，误会啊，哈，啊！白冰冰因为这次的意外险些丧生，在经过急救之后，白冰冰在医院两个月才渐渐的痊愈。原来只是两家餐厅的恶性竞争，却找上了一个弱女子，成为戴罪羔羊。刚刚看完这段影片呢，冰冰就是一直跟我聊说当时的作秀的情形。不过刚刚前面看到呢，她小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啊，在工厂做工还被针刺到。针头还拔不出来，手还泡到机油里面，机油里面，然后再把针头拔掉，对不对？那是多小的时候？其实那个时候是去工厂学做女工，对对，然后因为个子太小，只能用剪线头。后来因为剪线头哈，他说钱很少，一定要学当师傅，钱才多。然后师傅那个车子是电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手放在这里，脚一踏，哇，就整个手就进去了，就在大拇指，然后是右手，哎呦。进去了以后，我就看着那个针啊，现在手指头都已经歪一边。后来是去开刀的，因为针就这样刺，我就看着针这样子穿过去，插进去，然后就插着，然后机器还就被手就插在那里，然后通通没有半个人在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去找，也不敢喊，有人从那边走过去，痛啊，我不敢喊。能够老实到不敢叫人家来救命，喊不出来，然后才想办法哈，
因为那个抽屉里面找看有没有螺丝起子，那这边没有，再找到这边有，这边有的时候是身体歪一边的，想办法去拿出来，再把这个螺丝把它转松了，转松了以后这样子针就粘在就看着这样针这样，然后针还是弯弯的，怎么办呢？再去找那个 Penji 那个老虎钳子，拉出来啊。对啊，就这样拉出来。哎呦，我不知道当时怎么会这么勇敢，就这样拉出来，然后血就这样喷，看着血喷，我知道有东西就进，就看到哎，它就进在油里面，然后那个血就凝固了，一粒一粒一粒的，就看着那个血凝了好几个以后，再拿去，哎，竟然好了。那然后就自己去买那个黄药水啊，这样子，哎，过几天我一样的又在开始做事，假勇敢嘛。但是等好了又再一次。哎呦。哎呦总共来三次，后来那个针就在里面跟我相依为命十几年，直到我前一阵子很痛很痛，好像发炎了，十几年后才去拿出来，那个针都生锈。然后那个医生就说我运气很好，因为针没有随着我的血管这样四处流窜。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说我自己九命怪猫，九死一生的，因为像刚才那个戏剧里面演出我被歹徒打哈。但是六个歹徒哎，而且拿扁钻。这在什么地方？台中啊。在台中，然后我这边是你们现在看不太出来，当时候这边有没有缝了九针？你现在这样还不太平。细的九针、啊。哎，缝了九针，然后在臀部啊、哦，就是有7公分的深，是用扁钻刺进去的。进去7公分啊。对，然后每天我就咬紧牙根看着他换药，因为他没有缝哈、然后每次那个血凝固了以后，那个整个纱布要拿出来的时候、哎、会经过那个生肉的地方、哎、那种痛啊、我不会讲。然后我的人生就这样子，那不是只有这样子，还被打的住院住3个月，一个头是现在的3倍大，然后整个人生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。然后等我比较好的时候，我家又进来了强盗，进来了3个强盗。那你说当年黑道时代，其实胡瓜也碰过一次。我接过电话，警察每天送我到高速公路。有一次在太阳城西餐厅，然后有一个流氓正在恐吓他。哎呦！然后全身还露出那个刺青，刺青很凶、然后咬槟榔，他一直恐吓他说：“我多按。欸”他就从监狱里面出来、你不给我钱的话，我就给你怎么样？他就吓坏了。那我们一堆人呢，就像螃蟹走路这样，赶快躲远一点，看会不会没有我们的事。结果他就一直恐吓他，恐吓他到实在很怕。他说：“那你想怎么办嘛？”那个歹徒就说：“你不想得罪我的话，卖给我先给啊，先提一挂钱出来。”伊讲：“我都无钱呢，别给啦，你无提钱出来吼，你表你好看。”伊讲：“无你是要爱偌济？”先提500块，恁别食便当去。这场面摆这大幕，提较济，也不，那是大哥还是熟人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被吓坏了，但又不敢笑。当时真的吓坏了。不是有我爸夸哦。可是这种真的有这种事啊。就是这样啊。那还有一种是流氓弄了半天找麻烦，你给他看假笑，给他僵僵的怕，用我无得势，你给他怕，不是啊？你辛苦钱无？啊，你较早看的啊，给他僵啊。这有时候就是找麻烦嘛。哦。找茬就对了。可是很麻烦，有一次高雄也是来一个，我来招楼了哦，看那是。要钱啊，刚好一听，刚好我的旁边那个，我们每个西餐厅都会有一定维士的嘛。你想不带几万来讲，点位立立对，几万几位火力，那个人就到楼下。结果他是来一个人，这边下去8个人把打的那个塞到水沟里面就中钱。我来一条铁2000块，那个卖给他，这2000块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形。还有一次我在台中街道要400万，哎呦，就要400万，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啊。我在台中，我那时候跟老板讲，我不要作秀了。可是你不作秀不行啊，这边也有兄弟啊。啊，我的店你不爱走，你哪里在？那怎么办呢？就每天要表演啊，那穿防弹衣啊，怎么办？然后就每天警车就，我会等你逮棒。每次一下场的时候，11点多下场，送到高速公路，拜拜，我们走了。第二天又来了，来作秀，做完又送到高速公路回，这样一个礼拜来来回回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所谓的我们的表演工作者真的很辛苦。雨天是在唱歌的时候，然后当时哈、那个歹徒就这样，不是歹徒，有人在打架，前面跑过来，他正好在唱苗文的 solo 呢，砰砰砰砰，就前面跑一个，那他唱 boom， 又看一个又冲过来，乒乒乒乒，他又往前走一步，说于大哥你好勇敢，你怎么不跑掉？我不是不跑掉，我跑不动，吓坏了，腿都软，真的那时候很坏。那当时我还记得，我有一次我在唱王昭君。
那唱王昭君的时候，中间不是唱到变快，杨过喊出场。那那个时候哦，已经乐队都下面已经杀到天昏地暗，乐队跑光光，没有半个，只剩那个打鼓，只剩打鼓。那个打鼓最后我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不跑？”他说：“你还在唱，我不能跑啊！因为你在打，我才不敢跑啊！”所以我们两个都不敢跑。结果呢？后来两个一起跑，没有，因为全部。这个观众也跑光光，就是下面那堆人在杀来杀去，还丢那个茶杯，一直往台上丢。那我那时候还呆呆的，很老实嘛，穿着个大蓬裙，杨过喊出场，王石难我，就有点躲来躲去的这样。你讲我在东莞碰到一次啊，我跟张飞两个演黑道剧，躲阿伯的喜欢暖，阿罗行，就演到一半，突然台下有人开枪，你知道，砰，就好过那周家庆，哇，底下人跑光了，我们喊。哎，就看我一回头，师傅怎么不见了？绕跑，底下有人开枪啊！那时候闹好大、啊，在东王啊，砰砰砰，开好几枪，是，好可怕！这就是我现在心里的话。就现在警方有很多让我们哈、哦、要请他们要改进、要责备他们的地方。不过从当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现在，实在是也进步了太多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唱歌再也没有看到这个茶杯丢来丢去，什么扫刀扫来扫去的。然后就像刚刚我讲的，真正要冲锋陷阵的时候，我们也帮不了他的忙。那像我在付赎款的时候，我自己最了解。我的车子里面躲了三个警察，那三个警察把自己包成包裹一样，没有空气，没有水，不能尿尿。那我已经在车上等啊，等到心又急又怕，每一通电话来，我是每一个细胞都死光了。然后甚至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才请问他说：“你能不能让我去喝一口水？让我去上个厕所，还有他指定的地方，那不是很危险？他指定的地方我进去上厕所，我也只好如此。然后我进去以后要了一杯水喝，然后也顺便上洗手间。那出来的时候才发觉。”哎，我这个水要不要顺便拿给警察喝啊？他们一定渴坏了，因为我们紧张到这里面完全没有水分。可是你又怕拿出来穿帮、不可以，我怕害了他们，所以也只好请他们忍耐了。那进来车子里面有，就是等很久，有时候常被他们放鸽子，那还嘴巴不敢动，用很小的嘴巴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都没有看到人，怎么办？他四处这样子看，那下面说，就稳住，稳住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那事实上。我一直在担心，连续在车子里面时常有超过八个钟头的，然后每次到了一个目的地或是回到我家以后，他们一冲出去，这脸是铁，就绿色 的，然后流冷汗，这样往厕所里面冲。所以他们的工作实在辛苦，因为我身在其中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一直想，我们真的能为他们做点什么？这样子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，所以我们不要光一面的，刚刚讲的很对。因为的指责警察只是让警察士气低落，但是我们希望警察能为我们老百姓也多多的设想一点。我们老百姓真的很需要安全，我们只要一个台湾，我们真的非常热爱台湾。我到现在也没办过移民，所以人家问我真的很喜欢这块土地啊。所以我们是一直希望能够对警方也有这个信心嘛，希望大家能共同来努力。